所以你可能你也先没有站，你绝对不会让别人伤害。我们这么走，紧的出门呢，这个后面一直在，不仅最后往出，面对那个毛一点是在，没好钱，不可能像大面具那么大，就是重力啊，就没有。 也没有很爱嘛，感觉没有开始啊，但就是没有很爱。失去了才会觉得，前两个被吵架，都是渣的。失去了才会觉得是渣的，没有开始。没人想进来，没有开始。他说在不夜天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开始哦。但是他聊走了，那我之后有真正的开始了，是吗？对。失去才是没有珍惜嘛。嗯，我之后才开始。 你知道小苹果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什么？驴啊？你知道魏无羡是什么吗？人啊？就还不如靠自己啊。两个都不超是吧？对。但是小苹果会握笔吗？但是小苹果会握笔吗？ 相处，我们相处就是朋友之间的相处，对，很自然那种。我也没觉得他，你内心很成长，快拿出来看一下。你随便变年轻了吗？你的内心。来，谁帮着接一句？欢迎来到我们共同需求之旅。欢迎来到我们。 欢迎来到我们共同需求之旅。笑的点是啥？嘴瓢了哈。啊。李克诚，想看一博和站长互相在一分钟时间内逗对方笑。我觉得这个有点难。怎么看着就笑？<笑>谁要先挑战？这应该很好笑吧？ 结束了，你先，我自己先笑怎么办？你可以用你笑的方式引他笑，也是一种方法。刚才想起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，好，我来揍你啊！ 来啊，3、2、1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这个太容易了。好，我点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么好笑？拍戏的时候老是会互相逗，就是因为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NG， 然后只要我们，而且我们俩是那种一旦N了之后就。 控制不住啊，就会笑点，会笑笑很久，觉得得期待一下阿丽的花絮了。我穿越空间，只为搜寻你的视线，在最后的时间掩盖变奏。有人在救我！有人在救我！ 蓝天，救我！蓝天，救我！好像我吗？在哪里？
你们走开，好了，准备走吧走吧走吧，来给你点上啊，好，来回来，一开始就要转身了啊，一本啊，蓝战会赢，大哥来了。哎，那西桥还有其他人？大哥，十五。哎，这个，先这样。蓝星不是大三名吗？真的啊，哦，蓝幻，蓝曦臣啊，泽无君还是什么？泽无君是浩啊，两个字，蓝幻啊，蓝幻，蓝幻。请问一下一博，这个琴真的会弹吗？不会，不会弹。嗯，会啊。大哥又补充，弹琴不会啊，弹肯定会啊，但是。弹的好不好听的问题，你那个不就会了吗？我都告诉你，你又忘了是吧？啥时候弹？就是告诉那个哒哒哒哒哒，沧海一声笑，沧海一声笑，琴吧？啊，不会啊，那古琴不会啊，我怎么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按照顺序往下拨，就会弹。连说你会，你又忘了，算了，啊，那个时候，那个。哦，好的。因为那琴呢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。那有时候那个下面弦弦勒得很紧，然后有时候就很松。好的。几乎这个不打开，但也可以打开。你看你的习惯，我可以这个。你就四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。做饭，给你疗伤，陪你唠嗑，跟你同。我、哦、你
奇怪了。博、肖战，大家大多数的人都比我的脸小五圈，就是，然后我一问他们的体重，我说：“哎，阿战你多少斤？”“哦，大哥，我130。”“那一博呢？”“啊，我182。”那今天晚上的这个见面会啊，会不会有什么题材的部分？